那个我们胜利电台的董事长夫人李夫人，还有我们萧秀华萧区长，周丽君的特助蔡特助，还有林美演的郭助理啊，还有我们那个卢坤武议员的侯务主任，侯主任哦，啊你升官了哦，哦还有我们大嫂哦，大嫂啊，还有理事长，好、哦、各位美女帅哥好，哎，我那个胜利电台吼，主管那个董事长，他们董事长夫人在家的时阵吼，哦我做我算胜利起来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尤其我们今天哈，也得早生贵子，找到幸福的这个地方。我头拄仔讲啊，这做啊是有生无，啊我无叫龙啊叫好咧来到到三江吼、哦。那个我们每一年，我记得我去年有来，啊，做非常感谢咱这议员会对市府的这五省这个支持。啊，这里部分那讲起咧，打开始是蔡消费蔡议员先争取的啦，啊，所以这议员到支持，所以我们才今天才有这个。这经费来办理这条，啊，到迄个民政局、啊个文化局，还有管理局，还有区公所，大家都共同协助。啊，迄个当然这是拢市长、爱情要有支持、有支持啦吼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在虽然今天天气比较冷，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明德里是温暖的吼。啊，那最近那个明德里我们要建设那个活动中心，这东西。因为这议员到警署，还有那个阿华、瑞华，他这个里长哈，阿华关心啦哈，这个地点也都找好了。那个这部分呢，后续我们会继续来进行。啊，后日啊就是讲吼，这点评一下，后日办活动到活动中心，你讲好吗？哦，这个部分呢，阿爷的这议员啊，打拢非常这关心啦哈。啊，这个部分当然是都是有市政方面，都是要我们市民朋友共同来参与来支持。而且黄伟哲市长上任之后呢，啊，对这个市政的部分，对咱最高下这个土地的这个非常的活化，让大家拢找回以前的记忆，要还有新的一代，咱你可以，咱你特登来再看的，哇，大同大楼愈来愈侪间。所以现在已经把旧的社区、还有旧的营区、还有我们新的建设中都融合在一起。尤其明年，就是我们台南的重头戏哈，对台湾的灯会，那个台南四百这个多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呢，我相信我们都是一个移民者，大家都共同的参与来迎接外界的人，来对我们台南市这块土地呢，因为这块台南四百就是1624年呢。河南人来建筑热兰遮城之后呢，我们台南就开始有一个开发的一个阶段过来哈。啊，咱以前四八当前对不对？四八当后对不对？那今年多啊，下当的都得带咱们四八，这是公共社会也是非常的难得了哈。所以我们用很欢喜的心来迎接今年，就是明年的那个台南四百哈。啊，今嘛多啊被桂林，那在此也祝大家新年新的一年能更顺心、更愉快。啊，过年一年就是讲登革热的疫情，啊是迄、那个啊新冠肺炎的部分呢，虽然拢离开去，但是呢不，我们会慢慢恢复我们正常的生活。在此也祝福大家，新的一年更顺心。代表黄伟慈市长祝福大家，谢谢。好。